大家好，这几天呢，刚刚那个玛丽教授在说的一个人就是顾盛章，就是最近呢，中央纪委登了一篇署名的文章，那个文章呢，他是说那个重温经典，砥砺前行，永不叛党。那么我们都是这一段文革啊，这么走过来，而且在西方生活了有30多年，实际上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说过，78年又是一次路线斗争，又是一次高潮。实际上，后来我理解到西方，我理解了，任何一个政权、任何一个政府，它都需要权力的更替，到一个年间就权力的更替。那么，西方是通过民主选举，然后老百姓投票选出新的领导人，新旧更替。但是中国。那么，我们从这个警讯上就看到了中国的新的一波，他们的权力纷争或者重新的那个洗牌又开始了。那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它的整个体制来看，它就是利用路线斗争，把异议分他自己体制内的不同观点人对手干掉。或者在肉体上消灭，或者在灵魂上把它彻底毁灭，把它关到监狱里边去。那么从这个来看呢，我们看到中共这个体制从头到尾，它30年间的那个肃反开始，它的建党的初期，它是带着丛林法则过来的。那个肃反的时候杀了很多人，我接下来会讲一个人的故事。那网上在写那个廖宗泽红军政委怎么当叛徒，实际上这个历史，他的一个人的故事正好讲了共产党的整个过程，他怎么黑，怎么怎么残暴。中国建政之初的时候，共产党就靠屠杀，你看杀了这么多的国民党的那个军队，包括地一族阶级异己分子。不同观点的人一路上运动过来，一路在杀，在屠杀，在消灭肉体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现在眼前我们看到了那个对香港的、对西藏的59年，然后对新疆的、对台湾的，他的整个措施，整个就是消灭你们，就是消灭这些人异己分子，他没有其他的办法。第三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更替。他们也是消灭对方。那顾盛章这么一弄，我就想起来，可能新的一波，斗争又开始了，路线斗争又开始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中国共产党的本质，我们老是说，我们为什么反对，这个要灭共要反共？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专制，他们独裁，实际上他们的背后是没落，他们的原始。他们的野蛮完全是非人性的，跟现代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。那当然，它和西方社会和国际的民主潮流是捏不在一起的。它当然成为处处都是。现在还说还对共产党这一些东西还看不惯的话，啊，还看不透的话，那真是悲哀了。所以，就从历史上来看，到现在来看，到眼前的这，它是一贯制的。这个政权是非要把它灭掉，它是一个没落的，它是一个非常野蛮的，非常不人性的。不管是对敌人，或者他们认为的敌人，或者对异议分子、老百姓，或者他自己党内的同仁，